换一个蟹王的宝藏。打个劫呀，我小技能就是劫的大招，打个劫。这回有了啊，炫彩皮肤没有音效，只有这个有音效。这杰带把长剑前期要跟我拼，你给我中风走呗，我戳。给我中风，戳接平 A， 中风接划了一手，吃个药 ，Q， 啊，闪现跑，闪现平 A 接点炎，我估计应该死不了。给你们来个赛的吧。给你们来个赛的啊，赛不赛？太晒了，哎呀，就是那啥，就是操作没有那么特别流畅，不够丝滑，因为有点卡。You can't flee your fears. 再见。中风呀，A 接中风呀，我这炮车也丢了，都没了，没了，都没了。要扣我，这指定是要扣我。中风！哇哦，有点厉害。往右边扣好了，往右边扣他应该追不上我。他的移动速度吧并没有那么的快，应该往右边扣的，不找E，E了也没用，那原地等死，那人家在这守你尸，你就是个屁。
我早点 E 有啥用？你说，那必须得回去，我 E 他干嘛？那里外都是屎，你说。必须得回去，所以这不能算是一个位移技能，你知道吧？你最多算一个对拼躲技能的技能。这波我不行。我搓。他把飞镖给用了，那没事儿。没中风。这姐想着要杀我，肯定是要杀我想。起杀心了。这波耗血，说句实话，我应该死不了。哎，电刑啊！哎呀，这有点烦啊！死是没死，给我电刑，给我炸死了。猴。猴，咱俩往下走这波。你给我死！快点回去。你说咱吧，也不是说特别认真的玩儿，老说菜。我要特别认真的玩儿，那也没啥意思，你说，就随便玩一玩呗，干嘛那么累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把也死不了，你看好了啊！我让你知道知道，200延迟，咱也是能不死的。泡我点盐是什么意思？没搞明白，没搞明白什么意思，并且超神给你看，可以啊。这小子肯定不卡，我跟你们说，他指定是不卡。就这个飞镖，就不是正常的延迟能飞得出来的，指定这小子是不卡。他指定是个外国人，他叫皮兹阿瑟夫。
Azucena feasts. Killing. 来几层塔皮。也不是谁都能欺负得了我的小伙子。你得明白，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打。马上回来，兄弟们，等我。我这回家来点装备。杰搁下面呢，杰，直接放了，给他拆了，我也不跟他玩了。拜拜，收！这防御塔真的是挺致命的，致命防御塔。劫也行，劫的大招肯定比他这一狠呢。劫可以回去也可以不回去，但是劫不能说是拿这个大招就是平地位移，他不可以这样放。看看有没有红 buff， 我就来个红的。哦，可以啊，猴。给我上高地。他们家这把上路没人是吗？
塞吧，哎呀，不能 R 闪，R 就给自己定住1秒钟。这家伙。这英雄应该能挺猛，我估计。给那种就是操作型选手，应该能操作的挺猛。比如说我这种啊。你可挺嚣张啊！你跟我嚣张什么玩意儿呢？晃啥呢？大盖弟弟，弟弟，你旁边有人儿，怎么回事呢？拜拜！砸我！这防御塔是挺烦的哈。骗了他们一个钩，还有一个风。拜拜！我这个大招吧，我倒不是空大，我就是想秀秀他，我就是想放一个，我就是想玩玩他。这个 R 就跟石头人的 R 一样，不可阻挡，就是想跑就可以跑，无法阻挡。哎呀，刚才我移过去也行哈，移过去，然后再移回来，然后再啊过去。耶，打个峡谷去。和 DNF 有个角色好像，跟谁像啊？哎，别提那 DNF 了，脑袋都疼，就跟养孩子似的。我操，这孩子养不起了，有点感觉。孩子太多了，养一个孩子都费劲。少生几个，那一开始生多了，那咋整啊？怎么没了呢，兄弟们啊？杀了，那不。